成为王国第一的美少女。你们都在哪里呀？什么鬼地方啊？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洛克，你们在哪里？王国第一的美少女，王国第一，王国第一！永远青春美丽，永远青春美丽，永远青春美丽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抓来见我！克莉，你在哪里？克莉，你在哪里？去，跑哪儿去了？这里好阴森呢，克莉会有危险吗？不会呀，因为有我们在。就是，施救，飞上去看看克莉在哪儿。笨蛋，跑快点，跑快点！哎呀，你没事干嘛停下来？天黑了，施救是不是迷路了？迪莫给施救指个路，闪光冲击！迪莫，迪莫！啊，施救，你去哪儿了？连施救都迷路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我们不会留下可莉自己回去的。有了，我们一边走一边放毛线球，就算走错路也可以找回来的。早知道就不进来了。小紫狐，你在吗？小紫狐，等等我！小紫狐，慢点，别跑啊！小紫狐，你可以带我出去吗？我的同伴一定很担心我。小丢安全了，丢，QQ， 到底哪条路才是出口呢？ QQQ、别怕，我对植物很了解的，长花多的地方是南面，长苔藓多的地方是北面，长毛线的地方是藤蔓怎么会长出毛线？等等，难道是洛克他们？ QQQQQ 太好了，沿着毛线去一定可以找到洛克他们。小紫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却令人感觉如此单纯呢？小火苗，组合准备，他好像要发动攻击了，快趴下！请感恩酸本公主。没用的东西。这儿没出口，我们退回去吧。往回收线就行。好大一捆毛线，要看他们一定就在前面了。丘比特，丘比特小 Q， 洛克，见到你们太好了呗。活着就好，拥抱就免了。着什么急庆祝啊？我们还没找到路呢。你们都没事吧？太好了。丘比特，你也带着捆毛线吗？这是你们的呗，我帮你们捡回来了。可莉，洛克王国大电影三，2014年7月即将上映，我在电影院等你哦。
远古的传说，是否有人去证明？沉睡的精灵记忆，什么时候苏醒？不要犹豫，鼓起勇气，朝着梦想飞奔而去。现充世界的正义魔力，在你心里。探险路上，跌跌撞撞，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。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，希望在等着你。